大家好，我是小妹儿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如喝碗天花汤。今天我就逮着乌鸡来炖天嘛，把我三胎就过来一起吃。把东西先打着一下。哇，你看这里头真的是乌的嘎，连肉都是乌的这种。你这只乌鸡一下炖，太瘦了。把这块好的肉片先给娃儿祝福。这个天麻炖乌鸡还是你们告诉我的，你们说乌天麻炖乌鸡是绝配。改天我们来个老花儿炖乌鸡。老花儿炖乌鸡？老花儿炖天麻吧？你自己都没搞明白，是老花儿炖天麻，小人。我特意这样子说的。这个肉干儿，你看里头的油。就这样，这留着小猪猪吃的。这种就是真正的土鸡，它的骨头里面都是黄油，看。我先炒水。好。哎，天这样炖一下，我就不晓得咋个说了，哥，先卡了，先卡了。我来第二遍不得行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二遍很尴尬，我们这种没剧本的。卡了你，老子。卡了。嗯，我先来啊。嗯。把那个鸡肉，从来不行，哎，真的不得行，我们两个人一边过要必须，卡了不要了这个镜头，卡了，不要了这个镜头，重新来，哎，直接给它捞起来就行了，把天麻给它洗干净，这个上面的皮皮也不要给它弄掉了。我看到有些人去把皮皮给削了，暴殄天物啊，简直就是！还有一个人吃的话，不要吃多了，两个。把这个锥锥给它切了，切大坨一点。有很多人问我这个天麻咋个吃，跟你们说，这个天麻最好的吃法就是炖，各种炖，炖排骨、炖鸡、炖鸭子、炖猪蹄，啥子都可以炖。这是一只老乌鸡。放到去压才压得趴，那天麻一起倒下去，天麻和鸡一起下锅啊，不然弄不趴。所以要给它安倒。生姜，这个爸爸，我们家的大爷把它整断个了。你们家大爷是哪个？我家大爷在对面。我们家有个败家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天天不是玻璃杯子打烂，要不就是高压锅的爸爸。给三娘打个电话，看他过来没。今天天气好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三娘，过来不得？过来了，我在那边的，在段景头的。哦，要得，吃饭了啊、哦！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下一句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就朋友疯了。这我本来就是个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莫见怪。这个鸡肉就压塌了，把皮给它换了。感觉清汤寡水的，我啥子都没放，我觉得这样子要保持它的原味儿。这吃饭，还有泡二胡要汤火啊，再当放那个淡水，搁这个摆吧。嗯，我看，多吃点儿。那个乌鸡炖出来的味道哈，昨天晚上吃比鱼子好吃的。真的？那我觉得乌鸡炖出来那个味道还没得那么怪的。之前我炖那个排骨炖出来还是有点点味道哈，多吃点儿，兄弟。你们多喝点汤，多汤才凉一点。这汤也好喝了。嗯，这些天麻呀，这些菜也好吃。天麻就是说冬天吃，冬天吃最好。